这样很多人会倾家荡产的，这种事情还要我去说呀？你就告诉他们能抄底不就完了？站在投资人的角度，会不会？哎，我说王经理啊，投资人的那个利益，你觉得很重要吗？ 月月，我说你长没长脑子？搞了个这么个破缺摩托，生怕别人记不住我们吗？大哥，我这车是新车，如果弄脏了，阿珍会生我气的。整天想女人，你怎么样？没有点出息，赶紧睡，睡完之后再把车牌换了。我把小女孩放出来透透气啊。哎，别哭了，一会儿叔叔给你买糖。别哭了。 再给我买辣椒味的。大哥，不行，咱们把小女孩放了。放屁放！就你这个熊样，能找到老婆吗？切！大哥，蛇，蛇！这是不是饿了呀？那泡面给他吃。屁！你还把泡面给他吃？你怎么不给他沾点辣椒面呢？ 把孩子推上，给孩子，把孩子推上我！站住！叔叔，你别推我下来！大哥，他又来了！我！ 记者已经来到城市了，证据我现在发给你。这世界很酷。